是天空中璀璨的繁星，照亮我的精彩生命。面对太多解释不清楚的疑问，我总想问个为什么。我五年级的班主任总是和校长在一起，呵呵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人家是夫妻，是情侣，是两口子，就这么简单。当然，我是后来才知道的。喂，姑娘，你天天盯着人家屁股看，看到粪还要怪别人。那我唐若轩的房间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神秘的男人呢？叫唐若轩，我是双子座，所以我有着双重性格。虽然我很作吧，但是每个遇到我的人都觉得我特别的可爱。怎么，你们不服？不服来打我呀！哼！男人叫王子峰，是我的现任男友。哎呦，敷面膜了。哎，你我怎么那么干净？这不是你平常的作风吗？从第一次见面，他就这样对我说。若轩啊，他们都说我像个大老娘们儿，我也挺没自信的。不过，我还是想跟你搞对象。就咱俩搞了之后啊，你看外面那车，
这大屋子这都你的。但是我就希望你是我独门独户独一位行吗？啊，哎呀，你犹豫嘛呢？别犹豫了，你好家伙的。从那天起我就知道和这个男人在一起我一定会很辛苦，可是为什么我还要和他在一起呢？还不是因为人家有钱吗？这是牛楠，我最好的闺蜜。人家都说人以群分，可我跟我闺蜜可一点儿也不一样。这是牛楠新交的男朋友，你看他贼眉鼠眼的，居然还好意思跑到我家来唱歌。是肯定没有。那成，那把沙发隔开，看着瞧瞧人。哎呀，说嘛呢，我肯定信你这沙发。没有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王子枫，你这样真的很累啊，给你过不下去了。哎，别，你说的对，我听你的不就得了吗？哎。你点的外卖怎么两双筷子？我吃一双，我扔一双还不行吗？再说了，那两个人吃饭能吃这一份啊？那你这饭量小。你再胡说，走，带你去看看去。哎。怎么样，有没有点赶脚？你们先玩吧，我撤了。哎，哥，拿着，绿色无公害的。坐。这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告诉你，这男人就不能惯着，越惯着越塞脸。命真好，能遇到这样的男人。你还跟这个卖蔬菜在一起？我说妹妹，能不能有点出息啊？跟一个卖白菜在一块，等我撒好。光卖白菜？是。卖芹菜、辣椒、小豆苗，那有啥用？还不是照样是没出息啊！人家谈恋爱就送点玫瑰花，我让您这啊，给您一送，那就是啥？西兰花，多好吃的嘞！对我好不就够了？吃点西红柿解解渴吧。吃啥吃？姐，站着。哎。啥？叫啥？叫啥？零薯。啥？马铃薯。你再说一遍。马铃薯。这名字好啊，真对得起你这个名字。怪不得一辈子得卖蔬菜呢。卖。
行了，你别送了。我呀，还真挺想让你陪我的。最近晚上总是做噩梦，梦见有个男人晚上总是来我家。行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你家妈土豆还在家里给你炖土豆呢。讨厌。快去吧。那回见了。嗯。是否平平淡淡才是真正的幸福呢？当一个男人真正爱一个女人的时候，不是给予了各种物质，而是把真心都奉献给了她。嗯，怎么这么干净？谁给我收拾了？我倒要看看，今天屋子是不是又干净呢？喂，若轩。王子枫，你昨晚是不是回家了，把卫生给收拾了？没有啊，我自己屋子还不收拾呢。什么？你房间进陌生人了？又是男人吧？我告诉你啊，别瞎说。喂，你把话说清。什么呆呢？牛马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说会不会有贼进了人家家，看你这房子挺乱的，就给顺便收拾了一下？也没发生呀。那有可能是不是这天上掌管卫生的神仙要下凡了？一看家里挺脏的，这不随手一挥。给收拾干净神仙没有来。
道不知道这是我的家，我的床啊！你听我解释啊！我听你解释，哼哼。敢和老娘动粗，也不问问我是谁啊？因为呢，老娘长期做噩梦，所以呢专门练了跆拳道，现在呢可是黑五代。怕不怕？不说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谁让你进来的？姑娘，先别动手，你听我好好给你解释解释。嗯，其实故事的发生其实是这样。过来，要房吗？哥，这可大别墅啊，这里面有四季全方位大空调。你看那边上的，看吧，寸尺寸，这可不要3888，也不要2866，这就要988。你看嘛呢？988，这么便宜？那当然，凶宅吧？凶宅嘛凶宅，这是我们老板对我们这个广大粉丝的一种厚爱。我告诉你，你不要，有的是人要，拜拜了你了，不要啊。感觉还行，哎，要看去。这么着啊，这人呐，有时候呢不动点私刑的话，他是不会说实话。说，接下来我表述的一些说法有点匪夷所思。嗯，可能你不太理解，因为这些东西呢已经超越了现实主义和你的理解范畴，介于文学和人文领域之间。哼，但是我还得说，其实你是我亲。啥？我是你亲妈？小贼，骗我呢吧？这你是我妈呀，真的妈呀！说，其实我是来自2046年，您是我母亲，您去世之后我很怀念您，正是这种强烈的意念让我穿越到现在，回到了30年前与您再相聚。那你告诉我，我是几月生的？嗨，十月初八，出生的那天啊，大雪纷飞。你小子怎么知道的？那好，那你妈我有什么爱好？喝酒，您老最爱喝酒了。哎，一喝多了还喜欢唱那个什么好汉歌，老的时候经常唱。
走，等就走啊，你有我有全都有啊，风风火火闯九州啊。我是挺喜欢喝酒的，可是我不喜欢唱歌。嗯，那这几天这房子都是你打扫的啊？那我一来就看您这屋子挺乱，顺手全给收拾。快老实交代，到底是怎么进来的？其实我真的是穿越进来的。穿越？对，就是那天我莫名其妙我穿越进来之后，然后看您屋子这么乱，给你收拾收拾完之后，然后我就莫名其妙穿回去了。那我就住在这房子里一直住着。瞧您说的，名字大年轻的时候就在这屋子里住，一住就是一辈子，您日记上面都写着呢。您不是我妈，您谁呀？日记？可是我不爱写日记。原来习惯会变的嘛，现在不爱写不代表以后不爱写。那你真的是我儿子？妈，儿子。妈，你给我解开，我疼。妈，你真好，给我做这么多好吃的。让你吃了，这俩都是我的。你不是有洁癖吗？去，把活给我干了去。不是妈，我有洁癖，但是我也饿呀，我。你不听妈话是吧？想气死妈是不是？啊！我数三二一，赶紧去啊！听话。咸了啊！不错，用点力。没吃肉啊？舒服。妈，你不能吃梨。当年你就是吃着这个梨离开我的。比利时的狂风暴雨已经渐渐开始。加油！德布里纳的传中，头球，球进了，传了。神奇的换人，干什么呢？啊，脚丫子裹铅球了啊！传球啊！比利时用连续的换人，急死我了，收获了一粒进球，场上的比分变成了1-1。嘿，传，25分钟，将近66分钟登的场，不到70分钟收获了进球。离开你的，儿子，妈真的是看着球气着了。带球非常的坚决，直接选择远射，这个球打得非常漂亮，挂在了边网上。传球，斯特林非常敢于发挥啊！传呢。世界杯的舞台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传球！意大利队的
这一个个两名关键的核心的队员身上有着隐形的翅膀。哎，你看那个事儿，让这两名队员把脚不进用手啊，力队将会一飞冲天。哎，就穷成这样，所以英格兰一人埋个球发了吗？不得了吗？翅膀牢牢的捆绑起来，看看人球的分过门前，非常危险。这个球啊，对于英格兰来讲是绝好的机会，而对于意大利的防守来讲，差一点点造成了乌龙球。妈，妈。抱着，妈，走。可不是嘛，你气性多大呀？有多大气？跟这房子一样大。那也不是很大嘛。大不大？打我！嗯，稍稍用点力。哎，还能响。玩上了你，用力。小子，妈老了以后，你经常来看妈不？啊，这点呢，真的对不住你了。这个儿子工作忙。每次回来都没带礼物。啥礼物？来，多少钱？使点劲儿。做几个拿手菜怎么样？行，妈给你做蒸羊羔、蒸熊掌、蒸鹿眼、烧花鸭、烧雏鸡、烧子鹅、卤煮猪鸭、酱鸡、腊肉、松花小肚、晾肉香肠。姐，哎，来了。谁呀？坐坐坐。下来，不懂事儿，坐。这是我大侄子。大侄子好。叫姑姑，叫姑父。姑姑好，姑父好。这孩子怎么看着这么眼熟呢？嘿，我看你也忒亲切。行行行，说点正经的啊，说点正经的。你们来干什么呀？这不，那次你说了我们家这位吗？人觉悟了，想去干一番大事业。是。我看见没，我说的多对，多好，支持力挺。谢谢。这不来借点钱吗？借钱啊？啊，不倒腾蔬菜了？再不倒腾蔬菜了？不折腾了，我打算折腾草莓。草莓？草莓。咱能走出农副产品吗？啊，这钱你见不见吗？我也没钱呢。这裤子真便宜，4500。哎，儿子，侄子，有钱没？有啊，上次刚。啥？上次刚借的。那还不拿过来？拿来吧。来，赶紧孝敬给你姑父姑姑。谢谢姐，谢谢大侄子，谢谢侄子。吃饭。这是你做的？啊，豆芽炒油条。无事儿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哎，还是吃我的瓜吧。妈呀，吃完这顿饭我就先撤了，我家煤气灶上还炖土豆呢。真的呀？啊，终于要走了啊！太好，
这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，走吧走吧走吧，妈不留你了啊！告辞。哎，你这是往哪儿走啊？你怎么能从这个门走呢？那从哪门啊？哎呀，你不是穿越过来了吗？这穿越，人家穿越都是怎么过来的呀？要不就是摸电门，要不然就是穿墙，要不然就是跳楼的。你怎么能从大门走过去呢？这是想弄死我呀！这条条大路都能穿越，就看你用哪招。这孩子，给你多待一会儿吧。哎，吃饭。乖儿子，来，妈妈喂你。得嘞，来。啊。哎。儿子，你啊就不想跟妈妈再聊聊穿越的事了？说了那么多遍，没意思。你觉得没意思，可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呀。你就光想着怎么穿越过来，就没有想着怎么穿越回去？那也是啊。我记得我过来的那天是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。那天我坐在我的床上玩着手机，突然啪的一声就穿越过来了。我被雷劈了一下，啪的一声。多么完美的杰作呀。嗯，宝贝儿子，请你放最平和的心态。妈，你要干嘛？妈呀，妈呀，妈，妈妈要带你穿越回去。妈儿子，儿子，醒醒醒醒醒醒！嘿嘿嘿，这儿子，儿子呀，其实吧，妈也想帮帮你。妈呀，你想问啥你就问吧。问完让我自己走吧。那妈就问了啊，那妈和你爸后来过得幸福吗？我从小就是单亲家庭，我爸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呢。啊，那这么说他也就只有八年十年的活头了。儿子，你这个穿越回来找妈，总是想说点什么吧？你回来找妈有啥事儿啊？妈，啊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几十年之后呢，我一事无成，就整天靠着您那个养老金过日子。
这么悲惨？我穿越过来，我就是想着，您在日记里面写了，您和我爸是在这个月里发生关系的，所以我就想跟你说，就是做事之前呀，考虑清楚，不要做出什么让自己后悔一辈子的事儿。嗯，这世界上还有这事儿？在这个月发生。王子枫，我告诉你，我受够你了。这房子不住也罢，要你想收回你就收回吧。原来在这喝酒啊？没事儿，就是想喝点。你在这儿待了好几天了，你要是想回去的话，你就回去吧。真的？嗯。那我走了啊。少喝点酒。我说让你走你就走啊，就这么听话呀？就这么听话呀？为什么爱上我爸的呀？爱上他。你瞎呀？对不起。送了衣服多钱吗？10000多，你赔得起吗？呦，这衣服10000多，咱们小伙子，要不要点脸？哎，他赔不起，我赔得起。你得向我们小姐姐道歉。你道一次，我给你一沓钱。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，哎，乖，对不起，哎，你怎么还坐着？这，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，真乖，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，哎，对不起。我爸这么有钱啊？嗯。我爸是做什么的呀？他有3个跨国公司，在南非还有一片橡胶林。这么有钱呐？嗯，妈，我那天不是跟你说，你们俩近期不要那个啥了？嗯。但是后来我转念想了想啊，我觉得年轻人呐，该冲动的时候还是得冲。我爸叫啥呀？王子枫啊。爸爸叫王子枫，那你怎么叫马可士呢？我怎么知道啊？这问你们呀。哦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没事。大家好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就点关注我。什么呢？嗯，儿子，你看。
人还是这么少。去你的吧，那么丑。那骑着。点点关注啊，点关注不迷路，情到深处收点小礼物，各位老铁给你们表演一个好的啊，先快过年了，给大家先磕几个头啊，来，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，哎呀我操，你疯了吧你，打关注了，哎呀谢谢老铁的黄瓜涂鸦公屏爱心点一下的喽。嗯，如果再给点一下的话，我们呢就给大家跳一个隔壁泰山。嗯 ，music。大的房子，你一个人住，其实挺危险的。嗯，没事儿，就是你不在的话，他也不会伤害我的。什么意思？没什么啦。那你好好休息啊。受伤比心里更难受，是不是怪我没来看你？你没来看我吗？有个戴面具的人，晚上总是来看我，以为我晕倒了什么都不知道，可是我什么都知道，因为他的身上有一股榴莲味的香水。爱一个人做什么都不过分。可是当爱变成负担的话，那还是爱吗？这怎么有个男的？这哎，爸爸，你有，啊、这有毛病了你！起来，我给你亲一下。谁你？你神经病？什么呀？我神经病吧？这怎么？你给我躲开！又天砸死我！我找到亲爹了！你放神经病在家也不让我陪你！
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你有病吧，爸爸，爸爸，爸爸呀。看什么，都怪你们。你怎么来了？走。生气了？来，你朋友送我的，粉粉的，好不好看？哼，确实有点丑。哎，我能问问你几十年以后发生的事吗？几十年以后啊，几十年以后您老了，我经常带您去散步。最喜欢那荷花吗？我就带您去看荷花，一池子一池子，满池子全都是荷花。别谢了。Thank you.
当你收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踏回穿越之路了。儿子走了，也不要太想念儿子。你胃口不好，自己以后要多吃花生。我知道后来你和我爸过得不是很幸福，那为什么还要非要坚持呢？人生真的很好的时光不多，开心才是最重要的。王子峰吗？你在哪儿？你快回来！我要跟你生儿子，我现在就要跟你生儿子。若轩，算了吧，还是分手吧。如果不幸福，何必坚持一生呢？另外，那个房子也留给你了。谢谢你配合。你要的是什么？要的，可能只要一个不完整的梦就行了。若轩，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已经在飞往南方的飞机上了。认识你，是我人生。
生中最幸运的事情。还记得我们初次相遇吗？那个时候我们是多么无忧无虑，我又是多么希望时间能永远停留在那一刻。王子峰，到底找什么呢？哎呀，没嘛，我就随便看看。哎呦，这底枣好了，挺特别啊。哎，你又找男人是不是？哎，没有。走走走走走，带你去找去，带你去找。哎，走。你这干嘛呀？我这不随便看看吗？要不然跟我上楼看看卧室里有没有。那卧室肯定没有。那成，那把沙发隔开，看里面藏不藏人。哎呀，说嘛呢？我肯定信你这沙发。没没有，这出差的半个月，在没有你的日子里，我恐怕会不知道怎样去面对没有你的夜晚。喂，你怎么受伤了？要你管，心里比受伤更难受。是不是怪我没来看你？还好，我们在同一个太阳与月亮之下，一起呼吸着属于我们的芬芳。无论在海边，在山中。在天际，我都情不自禁地呼喊着你的名字。若轩啊，他们都说我像个大老娘们儿，我也挺没自信的。不过，我还是想跟你搞对象。我在出门前把家里已经收拾干净了。说实话，因为想偷偷地给你一个惊喜，所以我只能自己打扫了。怎么这么干净？谁给我收拾了？喂，若轩。王子峰，你昨晚是不是回家了，把卫生给收拾了？没有啊，我自己屋子还不收拾呢。那会是谁呢？还有，抽屉里给你买了胃药，冰箱里还有你最喜欢的冰淇淋。是我走之前能为你做的最后的事情了。照顾好自己哦，等我回来。马铃薯出事了。我可能怀孕了。怀孕？谁的？马铃薯的。可是别可是了。在运草莓的路上发生了车祸，但是我一定要告诉我的孩子，他爹是在运草莓的路上没的。我还要把这事写进日记。如果你能把这栋房子送我就更好，我就跟他说，这是他爹留给他的。可是，哎，孩子还没取名字呢，你总是说可是的，我们不如就叫他马可是吧。马可是，你生的孩子叫马可是。尤南，你快把他生下来，你快点把他生下来，就现在，就现在就把他生下来。